多少次了，所以我就没水，一直讲话红色的东西，奇怪，莫名其妙，每一次都画红色的东西，算了，跟你讲也不知道，我会画画的人，装的好像很会画画一样，他就会画啊，一直叫我画一样的东西，他是不能画一些更有挑战性的，是不是？每天画苹果就好了，不知道都画几个苹果了，台湾都不用苹果了，画给他们吃就好了、欸。哦，绿色在哪里啦？神经病、啊！那个推甄作品那么多，随便推都上吧。学设计的不是很会穿搭吗？看你不是很 OK 啊。爱丽丝的彩色笔那也较贵哦。啊？哦，叫麦克笔哦。啊，不是拢同款。啊，你这个学期怎么又要买东西？又要买那个麦克笔的水，浪费钱。哥在玩电脑啊，被我抓到了吗？你就作业再不做没有关系嘛，我就看你什么时候做得完啊。啊，电脑绘图哦，是哦，哦，那你忙你忙你忙。我的作业已经算少了，一个礼拜一张，怎么可能画不完？我不管，迟交一天扣5分。就打电动啊，不用画画啊，继续打嘛，没关系啊，看你什么时候才画得完。别的老师我不管，我的作业一定要画完就对了。买不起麦克笔的水，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啊！再交不出来就不要交。学习开始的时候就把作业发给你们了，是你们自己把自己挡掉的。这里有人是美工的吗？有人是广设的吗？有人是图传的吗？那美术就给你做了。可是我那个作业啊，那有人要做公关的吗？这是活动海报，我明天就要。还有那个传单，还有那个门票，那个场地布置，那个活动布条，还有那个活动纪念手环，都是明天给我哦。你就先设计，你就先多做几款，多做几款，你就随便做啊，就都先做做看嘛，都做，活动资料等我们开完会再给你。
那个海报自己再加大一点，活动日期也大一点，活动地点也大一点，图片也要大一点，然后颜色越多越好，然后再大一点，再大，再大，再大。可是海报 A5 就好。我的底色要那种脑筋列选的红，标题要那种有青红照在一起，然后那个边框要白里透红的红，然后。李佳蜜这个学期又要买东西。对啦，然后来。李佳蜜，你这个学期这讲不出来哦。好好好。